娱乐至上，小歪解说。好，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凤凰杯另外一场比赛。好，今天的第三场比赛也是到这边。人族的红色人族玉米，然后青色人族鹰匪。哎呀，人族内战真的是看一场难啊，兄弟们，哪有什么人族内战给你看，对不对？没有人族内战给你看。好，我们来看一下，鹰匪用的人族，而不是用精灵，也不是用亡灵，也不是用兽族，反正就是一场人族内战。我们来看一下，公公平平，谁胜谁，谁牛逼谁不牛逼啊，一目了然。其实玉米的人族内战水平要感觉上去要比鹰匪要牛逼一点啊，感觉上去，因为最近，当然因为最近一段时间鹰匪是经常打比赛，而玉米呢是不太打比赛，所以可能还是有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吧，具体在比赛中看见真章。对，具体要在比赛中见真章。对，上个视频里面说到呢，之前发了一个微博，对吧？然后呢，这个钱还没到，哎，解说完一场比赛，钱就到了，很开心。然后的话，到时候再把这笔钱拿出来，再做做活动，哎，我觉得不错。对，以后的话，我也尽量会去，有接到什么广告的话，大家看到以后呢，大家放心啊，我肯定会把这个钱给用活动的形式给大家返出来。然后我以前呢也想过在视频下面，对吧，留言弄送那个，后来我一想，我真的是一天做三个视频，一天加上炉石的话一天更新四个视频，你留言这个整理起来难度有点高，对，有点高。那然后呢，所以呢我就视频下面一直没弄，这也是一个非常蛋疼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解决不了，不像人家一个礼拜做一个视频，对吧，就这视频弄嘛，一个礼拜时间慢慢折腾肯定没啥问题了，所以我就只能在微博上面弄了，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新浪微博。我新浪微博，你不管说私信我还是怎么样，比 QQ 还方便，因为 QQ 我经常看不到信息，但实际上新浪微博私信我基本上百分百能看到，除非你我不想回你，一般我都会回复的。对，除非我不想回你，当然也有这种我不回的，我不愿意回的，这个也是很常见。人家说一句话，我真的是觉得我说了我有点尴尬，我不想回，那就不回了咯。我觉得人要稍微洒脱一点，也没必要什么怎么样，正常就好。两个人的思路呢，还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玉米这边选择练商店，直接到两级，鹰飞这边呢是练两个点到两级，但反正都到两级。然后呢，这边是派了一个福特曼去前线侦查，这边同样也是个派一个福特曼，以挑逗、骚扰各种的方式去恶心人家。大王升了两级，一个加护手套加一个隐身斗篷。玉米这边的一个宝物是紫药瓶，那这样的话，我感觉玉米这边装备会更加的到位一点。两级大法是直接到位，然后民兵回家。这边也是两级以后出门，然后开始准备好了各自的骚扰之力。这边没有补塔，鹰匪这边的塔也没有补，而且我觉得鹰匪这根塔的位置有点稍微的偏，有点偏。哎，这边我们看到鹰匪直接选择继续练，两个水人的话练这个是533，有点稍微的给力。这个点其实说实话，这两个水人的话输出还是比较能保证的。然后这边强行练，而玉米这边回过来练这组533，也是倒是没有闲着。双方各自其实是还是在一个练三那个套路思想上面进行一个发挥，补了一根塔，我这边也是要补根塔嘛，我没有变，我有信心，我变什么变，不用变。好，头环一个，装备再次领先，这边是眼睛一个，战略上领先。阿本科技一生就是不变塔，鹰飞这边是再拉住民兵，再练这边那个商店嘛，这样的话真的要到三了，真的是要到三，招个水人，然后。大法师过来先买装备，买鞋子什么的，买一个鞋子买一下，然后这边把这个点一练完，大法就到三级。鹰匪倒是独独定定，淡淡悠悠，哎，搞定。哎，想围这个福特曼没有成功，鹰匪福特曼还是很机智，一看形势不对，立马闪人，哎，也是个紫药瓶。到三级了，这边补一个点也能到三级吗？好，这边现在我们看一下，大法师到三级敏捷之书加，不吃了，不要吃，我不是一个读书的好孩子，我不读书，读什么书，读好书，好读书，书好读。到三级，好，刚刚好到三，但是我看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个点可以进去，而且这个塔的位置也比较偏。哎，擦个眼睛，看到了双方。也就是双方前期的都各自到达三级，你到三我也到三，然后呢路线上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反正是殊途同归，对吧，殊途同归，都到一个点上，1、2、3、4、5、6、7个福特曼，这边是1、2、3，喂，福特曼数量上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哦，这边也是在侦查买黄皮吗，
哎哎，这福特曼强行进去，这不是买黄皮，这是自杀啊！忧郁症患者直接自杀，六个福特曼，英菲这边是一二三四八个福特曼，哎，怎么会多两个呢？怎么会多两个呢？点一下，一直点，我一直点你，大法师这火球点一下还蛮疼的啊！因为这边来了，两级水人招出来。哎，你这边这两级水人，感觉上来说好像英菲这边凶一点，这水人也是招不住。福特曼这边呢，过来一起来，视野已经插好。哎，什么情况？英菲这边顺势就把这点给练了，他反正有水人在那边，怕什么？双方这边进行一个死拼，我也是没动。什么情况？发生什么事情了？没看到什么？他们是英菲这边啊，发一个熊猫直接打团。玉米这边是什么情况？阿本科技还没有完成。哎，为什么他这边现在刚刚开始剩下阿本科技啊？哎，不对啊，是不是刚？哎，我记得他很早就死了，他刚刚是不是点错了？玉米这边啊，玉米这边应该是点错了，我觉得应该是点错了，他应该点错了，把那个阿本科技给否掉了。哎，这个什么剧情啊，眼泪都要流下来啊，我靠，是不是眼泪都要流下来？这个剧情有点稍微的出乎意料，阿本科技真正慢人家一拍。英菲还不知道估计。哎，英菲这边我们看英菲的视野，英菲还是有视野的，还能看到对方的这个情况。因为估计也很好奇，这什么哪个路线？这个路线有点稍微的神奇。这场比赛应该说英菲是躺赢的节奏啊！这现在人家出现一个重大失误，把阿本科技给否掉了，这简直就不敢思议的一个事情啊！有点六，卖掉，清醒加一个慢聊。熊猫这边都已经两级了，打个蓝大蓝屏，你这边阿本科技还没有完成。这简直就莫名其妙的感觉，你知道吗？对方的法师都已经出了，然后玉米这边阿本科技还没有完成，这场比赛真的是非常的不可思议，这怎么会出现这么一个失误？点错了。那问题现在这怎么打的这比赛？因为现在是去练这个点，哎，发现一个牧师路过，这牧师。这牧师他妈有点惨，这牧师是真的有点惨，人生非常短暂，就是这么无情。英菲这边也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果断抢你的点。啊，玉米这边阿本科技刚刚好完成，这个差的有点多，直接上三本，完了，索性慢了，就给玩点不一样的吧。正常走常规法师肯定是没什么前途了，你想想看吧，人家这把法师都已经一堆了，你还出法师，来不及的嘛，我换一个套路。升三本科技，熊猫这边打了个冲波棒，现在玉米这边是，我觉得这波可以强行进入，对，进入，逼人家 TP 回家，骗一本 TP 也好，反正你又没有山丘，都是一些熊猫这种对吧？没法留人的一个技能，没有女巫，上飞点就可以了，一点都不慌，慢慢悠悠的在这不走开。其实我觉得玉米这个时候重点要投放在人家家里面，对方这个塔不多啊，完全可以强行投放，这边再补一根圣塔。这个时候一定要拖住英菲的一个进攻节奏，英菲这场比赛虽然优势感觉好像有，但是玉米这边这个时候把握好哨的一个节奏的话，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比如说这个时候控制下来，你这边分分钟叫你做人，你这个塔打爆你这个防御塔，英菲这边全军出击，随时出击我也打你啊，管你的，我这边防有这边的这个牧师这边驱散，有这边的一个飞艇在，玉米这边用好飞艇把这个塔给点掉，然后这边杀农民，上飞艇不急，哎，这个飞艇上飞艇，对，招一个水人出来，英菲必须得回家，喷喷火，啊，这样的话我们看到通过这两波的骚扰，应该说是一次骗了一本 TP， 又是骗回家，玉米应该是拉回了一点感觉，三级了，这边只有一级，等级上差的还是比较多了，一个四级大法师，一个一级的山丘，对方是一个双三，差别比较明显。这部队
得注意好位置，得注意好位置。这个时候一定要跟他玩玩骚扰了，一定要玩骚扰。这个时候骚扰一定要玩好，必要时候捅下来跟他打一波。我觉得英菲有必要出一个女巫，49人口也不太好，人出人口。山丘这边现在是用来练级，同时的话，英菲这边眼睛是看得很清楚，对方是三本打法，出了一个车间。但另外一边，英菲是选择直接开矿，不啰嗦。再跟你啰嗦，谁跟你啰嗦啊？守这个矿点，这个矿一定要守。哎，你熊，你飞艇一来，我这边哎，熊猫又来了，就躲一个飞艇上去，也是难受。再去你主基地里面，反正就是来来回回的换。啊，你出主基地，我他妈跑，兄弟们赶紧跑跑跑跑跑！对，奔跑的少年，对。大瓦斯买了个单船，这边有一个水人在那边防守，对，这水人有点可怕 ，A 了一下。再来，我再换个思路，主要这边有个民房，英菲能看到这边的飞艇的动态。防御塔这边还没有好。哎，熊猫说：“我这什么情况？”我也开点开矿，但大法师这边过来，牧师这边有驱散吗？驱散一下，再驱散两下，水人把驱散掉。好，驱散掉水人。玉米也是骚扰了几波，没想到没骚扰到，因为这边我们看到来来回守的比较严实。你要真别说，这边这个民房还真是提供了很好的一个视野。现在这边三本科技已经完成，出这个大四级的一个牧师碎片小炮。但是我觉得这边矿应该是不太好开了。熊猫过来，你怎么守嘛？你守不住啊！你根本没什么东西可以守嘛。福特曼过来搞你，你就没办法。当然，这边我们看到玉米这边也是跑了一天，又回来了，还是要搞你这边矿。这边这个上飞艇啊，救了一下极限上飞艇，点掉这边一根塔，那这样的话再次逼出一本英菲的 TP。哎，这个是单船，不是 TP。熊猫一个人过来守这个矿，绰绰有余。熊猫这边只要喷火就可以了，直接福特曼我就分分钟喷死你。好，大哥们也回来了，驱散 TP 一下，走，这波得撤了，这一撤。好，回家兄弟们一起爽一爽。对，这样的话玉米这波应该说也是，也不能算是满载而归，也算至少也算是勇者归来。骑士，小炮加上这边的一个牧师。因为本来应该说这场比赛是以为对方一个失误的话，这场比赛稳了。没想到玉米这边的一个飞艇的骚扰，几度是把这边英菲给拉回来。但英菲这场比赛现在优势在于他有一个风矿，有经济的话，虽然科技上处于一个劣势状态，但没关系，我这边等级也比你高，有经济，我完全是可以跟你打的。熊猫也有三级一人面罩加大蓝瓶的装备，非常的给力。这装备应该说是非常凶残的一个装备啊。现在我们看一下双方人口，这边是60人口的玉米，这边英菲是59人口。经济上来说，英菲是要占有优势的，而且这个随着时间推移会越来越有优势。所以我觉得玉米要发动一波进攻啊，这不能拖啊，这一拖的话，这方很容易起来了。山丘两级，等级上这差距没办法的事情了，不可能弥补到跟他一样了。买点东西吧，探照灯照一下，然后的话飞艇跟上去，兄弟们一起来，这波英菲一定要守住这个矿，守不住就 GG 了，拜拜了。但是英菲应该守住的概率比较高，因为他想，你看一下他装备。熊猫等级各方面其实都是要领先于玉米，当然这个大法师啊，有个飞艇在这边其实也问题不大。破法这边这边幻象了两个骑士加一个小炮，对，当然你家有牧师在。熊猫这边一个九火连接，好，锤柱这边熊猫这边我们看到一些假的骑士还是比较坚挺的，炮一下小炮这边有一根两门真的小炮在炸这边的一个牧师，圣光一下，熊猫又是喷了一口火，农民波往后面撤，一本团木点掉，好，很好，很给力。点掉这边假的，小炮这边能炮击一下这边的一个单位吗？这边你看，真一炮上去真的很凶啊，很凶。小炮感觉一炮干掉一个男巫，再干掉一个男巫，又就干掉一个男巫。我们看到这边玉米的部队立体化能力很强，但是现在还有多少本团补？散发一个圣骑士，没有团补了。熊猫这边还有很多蓝，熊猫现在这边可以继续喷火，耗就让它消耗。假的圣骑士被打掉，现在一本麦当爽一下，继续的扑。熊猫这边还要继续喷火，熊猫的蓝还有很多。玉米现在这个时候就要靠这一口气打败这边英菲啊，英菲这边就靠熊猫耗拖，就要拖。熊猫现在蓝很多，就喷到你这边没办法。然后牧师这边能坚挺住吗？牧师的补给能力应该是耗不过这边熊猫，现在英菲这边是被打回来，不然问题不大，两矿毕竟在手。对，你只是把我给正面打狗，但是我部队没死光，英菲这边能补给一下，继续来，继续跟你耗。我熊猫这边蓝多。对，熊猫这个蓝真的多，还有两口火加个大蓝瓶，这个至少还有七八口火，喷着这边的玉米这边至少再多两本团补会比较给力。好，小炮这边继续炮击对方的男巫，哎呦，你看这女巫，哎呦，一个炸掉一个女巫，
熊猫又是一个九火连击，哎呦，又是一炮，哇靠，三残，三个牧师都残了。熊猫绕过来，三舅这边有锤吗？现在这边我们看熊猫，熊猫的位置有点贱啊，我这边真是后排啊，切入后排，飞艇救下圣骑士，小炮这边又是一炮，破法都被炸残了，小炮真心给力。玉米这边看到对方拉出来高达也是强弩之末了啊，但是鹰飞这边熊猫，哎呦，熊猫真是给力啊，这个熊猫真的是把人家给喷残。这边我们看到打出击剑，玉米打不过了，主要是熊猫啊，这熊猫真的太给力了，等级高啊，高等级的熊猫直接是连续几口火，玉米这边是前期有一本团部顶了一顶，但中后期的话虽然部队看得很多，但熊猫几口火绕到后方切入以后的火让这边玉米操作起来非常有压力，因为小炮要拉扯，男警部要拉扯，这个正面的那种什么几个福特曼跟英雄也要拉扯，很累，而鹰匪这个时候只要往后退，退好以后熊猫喷火就可以，熊猫就无脑喷，喷到你这边没补给直接就挂档，对不对？好的，也是恭喜这边的鹰匪，这场比赛应该说是玉米的一个失误啊，导致了这个比赛的一个尴尬，应该说这场比赛玉米这个在二本科技快完成的时候呢否掉自己二本科技，出现了一个极大的失误，对，这样的话应该说鹰匪也是拿下本场比赛。好的，我们今天比赛这边我们下次见，我的小歪。